You are part of my life. You are my shining armor. Now I'm pretty sure we will come to the end. Just me, the dream make it come true. So from now on I'll be with you. So plan me into your future. Let me love you. So I need you holding my heart with you. Just with you.林太助啊，今天可是周末，我只是提醒一下，明天上午9点的会议，目标准时到达。我8点去接你。我可以不出席吗？不用了，我也准时到的。医院见吧。好，不打扰你享受周末了。那8点半，我在办公室等你。 造成多条河流出现高水位，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请广大人民群众做好防护措施，尽量少出门。BI 105，BI 155，按时吃降压药，敬酒。我知道，不喝酒。这种劣质的药酒，更不能喝。您拿回去吧，我们所长、副所长不喝这东西。 这可是好东西啊！这酒里头有药，能治病，高血压、糖尿病都能治。我喝完以后啊，头都不晕了。您头不晕，是因为您吃药了。这真是好东西！我跟你说啊，那房大妈睡不着觉，喝完之后啊，呼呼的睡。那是她喝多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了，什么也不懂。 就一个能治感冒拉稀的小医生，人家卖药酒的小伙子，可实在呢，穿得很体面，人长得又帅，他能骗我啊？交费拿药。哎，等等。
都都。您能戒酒吗？我不喝酒，就喝治病的药酒。组长，您尝尝，这可是好酒啊！啊，破费了，这得多少钱一瓶啊？200多呢，不便宜啊，那得尝尝。哎，小叶，你去我屋拿一瓶蜂胶，一瓶鱼油来。啊？去啊！给您。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好像是来拿东西的。没有没有，以后有什么好东西，老哥你别忘了我们。哎，一定一定。不过在服药期间啊，你还是得多吃点这个蜂胶和鱼油，药酒等血压降下来再喝。好，听二位的。那你们下棋，我先走了。好，慢走啊。哎。学到了吧？说话办事要讲技巧。您这是治标不治本，等他血压降下来，喝得更凶。所长，您说是不是？小叶，哎，给我添点水。地也该扫扫了啊。你地也要我扫，水也让我倒，饭还让我做。我不是来当医生的，我是来当保姆的。活越干越多，工资一分不整。没站好了，再站站站。拿钱，给我。到我了。尊敬的所长、副所长，强二位高抬贵脚。小叶，晚上有鸡吗？得下蛋。那就煎个蛋呗。下蛋的鸡都让您吃了。我数了，后院还有8只鸡呢。都得下蛋。那蛋呢？都让您吃了。叶山。啊。怎么跟领导说话呢？啊，不吃了，不吃了。小叶，我们不吃了。哎呀，所长，您身体不好，得补一补。都到您肚子里了，所长身体能好？对。哎，来来来来。兰兰，没打扰你上班吧？没有，现在没有预约的患者。我刚刚出来买杯咖啡，有什么事啊？我没有。你寄的营养品收到了，你弟弟特别喜欢。哦，喜欢就好。他快要中考了，正好给他补补呢。还是你疼他。哎，你呢？最近怎么样？我也挺好的。我们这种高端私立医院接待的病患要比公立的少，工作环境好，待遇好，也没那么累。那我就放心了。你能进个这么好的医院不容易，平时跟同事要好好相处，性子啊一定要收敛一点，万一得罪了领导可不好。怎么会呢？我们领导可喜欢我了，什么事都交给我做。那你更要好好表现，领导这么器重。知道了。对了，早上你谢叔叔还问呢，你那个男朋友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下次，下次带回去给你们看看。你们都谈了快一年了，我连张照片都没见过。回头发你吧。喂，妈，你听得到吗？喂，妈，这信号不太好啊。那没什么事，我先挂了。我已经到咖啡店了。好，好，好，那挂吧。妈，拜拜。还真是环境好。
了一只羊。姓名，姓名，嚯，陆朝夕，哪个陆？大马路的陆，还是动物园里的陆？耳机陆，天地昭昭的昭，东西南北的西，陆朝夕。性别，男。年龄，28。第几次偷羊？笑什么？那你为什么偷羊？你这毫无意义的询问已经耽误了我5分钟的时间。稍微有点常识人都知道，我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比那只羊贵。有道理。所以我说最后一次，是我救了那只羊。明白了，你真是个好心人。在灌木丛里看到了受伤的小羊，实在不忍心就把它救回来了。但如果你没有遭遇车祸，你要把我的羊带到哪里去？手。哪儿不舒服？我头有点疼，可能得先照个 CT 确认一下。你看我们这儿像有 CT 机的样子吗？想吐吗？如果想吐呢？如果是平常，我会给你打个120，
但是今天山里雨大，没信号，想吐啊就吐吧。那我不吐了。那就没事了。还有我腿疼，我腿非常非常疼。要是脱臼，我可扛不了。你等会儿。所长，来个病人看一下。来了。这是下棋呢。对啊，今天我们已经下班了。这门口写着24小时急诊呢。好，那交一下费吧，诊费24。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现金都可以。我暂时偷了我的羊，诊费1分钱拿不出，还嫌我们不好伺候。嗯，对不起您啊，我等着。小子，所长说先看看你的脚有没有错位。对，我看看。往上去。好。哎，对对对，就这，就这。小叶，哎。断一下，好啊！我也学习学习。我们这山里啊，条件有限，万一要是搞错了，只能怪你命吧。那我还是明天回市里拍个片子吧，谢谢。不要紧的，副所长，万一要是错位了也没关系，您就当练手。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谢谢你们啊，我真不治了。哎哎，别乱动。真折了，可别怪我。你们，又停电了。所长，没有错位，对不对？判断准确，小毛病。小伙子，你很怕疼吗？嗯啊，哎，我自己来吧。没事，嗯，这个让所长啊给你针灸一下，就不疼了。针灸我不会，他所长的水平可是这个。来，下地试试吧。哦。哎，好多了，谢谢啊。不客气。加上针灸，费用一共是55。我的钱放在车上了，先赊账吧。赊账。你这么说，不觉得对不起你身上这身价值至少一个羊群的衣服吗？你放心，回去之后我一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再捐一台 CT 机。CT 机？医院更新设备下来的二手 CT 机不介意吧？介意，倒是不介意。再捐一批医疗用品和常用药品。好，谢谢，谢谢。还是先打120送你去室内做个脑 CT 吧。你们这有电话吗？我可以借一下吗？嗯，用吧，没事。谢谢啊。啊，这山里啊常这样，雷暴天气就没信号。我等会儿用药酒再给你涂一涂，你快去洗个澡，把衣服换了，别再感冒了。真的谢谢你们了。不用客气，我们还等着你 CT 机呢。CT 机呢，我哥没有条件安装，
再说了，那得专业人员操作。你要是真想捐的话，就捐我们一台 B 超机，行吗？行。降雨还会持续，有路段山体滑坡，望广大人民群众尽量不要外出，做好防护措施。罗长。啊。这人满嘴跑火车，他知道 CT 机有多贵吗？而且那 CT 机是能随便装的吗？要不是看他受伤，我早把他赶出去了。小事儿，男人年轻时候谁还不吹个牛啊？他偷我羊。算了算了，咱先别下定论。你看人家穿那么好，那么有钱，能故意来山里偷你只羊吗？副科长，你看他这身打扮，眼熟吗？你是说他是干那个的？像不像？村里本来就很少来外人，还是个爱吹牛、信口开河的人。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我市横梁山区奇妙谷至梁县路段，由于暴雨引起部分路段山体滑坡。请准备经过此路段的广大司机朋友们绕行。这热水器里的热水要供着所有人用，你洗快点，省着点用，听明白没？我们这儿就这条件，委屈你了。行，快点来吃饭。没想到新鞋挺好看的，是挺好看的，也就一般。哦，这衣服我们副所长送你了。啊，小龙，快坐下吃饭吧。给你们添麻烦了。来来来，这个小叶的厨艺啊特棒，快尝尝。快尝尝，别客气啊。一只三百，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吃得起。一块三百，什么意思啊？我吃你一块鸡肉，给你三百。钱呢？先赊账，明天一起算。我的车撞到石头了，就停在马路边，手机也在车里呢。我发誓，我只要拿到手机，第一时间转账给你。小月，小子，我吃饭。哦。一共三百，我给你记好了。果然是有钱啊。慢点，哎，
洗澡的时候别划着。放心吧。洗澡的水，你想要多少？就当赠送的。麻烦在这签个字。麻烦问一下，我今晚睡哪？这有别的房间吗？我住不了。没有。你身上有虫子。不就十只虫子吗？有必要吗？哦，我以为是蚊子呢，看错了。嗨！哎呀，还有一只！来了来了！你耍我呢？没有啊，只是这山里晚上东西多，相比之下，这小虫子已经是很可爱的动物了。那你说说看，这还有什么？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只这么长的蜈蚣，在它睡觉的时候钻到了耳朵里。不过也没事儿，一般也就是在山上爬一爬，睡个好觉。300，你觉得和吃一块鸡肉的价格一样，这合适吗？1000，2000，多少钱都不行。反正我在那屋也睡不着，不如一起站一晚上。别逼我报警。那你报啊！比起那屋，我宁愿去看守所呢。你放心，我明天一定会用丰厚的报酬报答你的。给。对我有敌意啊？没有。有吧？如果是羊，我可以道歉的。不是因为羊。那是因为什么？这是什么？酒。酒。不是吗？是。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做销售啊。做销售？你也可以理解为贩卖医疗服务。还包治百病呢，是吧？你要这么理解没什么问题，但这跟你的敌意有什么关系呢？我讨厌奸商，我讨厌男人吹牛。对不起啊。哪来的？刚书套里掉的。这是你来。这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一样也不许动。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找车。就这样。
哲熙，你不是要去找车吗？确定车是在这儿吗？确定。我昨天就停在这儿了，也许再往前一点。你的意思是，你刚好停在这儿，然后车被埋住了？目前，也许只有这么解释才算合理了。哎，你有没有别路可以回去啊？我今天就要赶回市里。你放心，我打电话给我助理，让他把钱带来，顺便来接我，行不行？现在是路的问题，这只有一条路，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不会不知道吧？我只来过几次。好，没有其他的路。可是我真的回安心医院。安心医院？对啊，你知道安心医院？我们医院是……我们医院。没错。我的确是在安心院工作，我今天要赶回去开会呢，所以我必须要回去。你别告诉我，你是安心医院的医生？我不是。那你开什么会？药酒批发大会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陆朝夕，这名字没准也是假的。陆朝夕，那我问你。这医院除了医生还有什么？你是会计啊？好，我本来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你这个陌生人说得太清楚，可我就告诉你吧，我是安心医院的院长。徐院长好，你好。徐副院长，这可已经过了九点了，你来晚了啊。院长没来不算晚。啊，对了，高院长，听说有制片公司联系我们医院，想要联合推出一部纪录片，有这回事吗？啊，对，有这么个想法。这是好事啊。哎，我们康复科一定全力配合拍摄。但是对于我们科来说，一向比较注重孕产妇的个人隐私、一对一的服务体验，这也是孕妇选择我们的原因。拍纪录片不太合适吧？啊，在这个问题上，陈主任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们医院呀，力图打造国际水平的医疗水准，高端舒适。并且针对的呢，也都是那些注重隐私和优质服务的客户。这个时候，如果在医院拍纪录片的话，是不是有点儿？这事儿，徐副院长怎么看？现在是新任院长的正式就职会，有什么问题，可以等院长来了再议。应该是路上堵车，我去接一下院长。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刘工，叶大夫，前面山顶滑坡，路面堵了。我知道，信号塔出故障，都没信号。你们等着吧，我们这样去抢修呢。好，那你们注意安全。哎，走吧，走了。哎，没听见人家说吗？信号塔故障。可是我得回去。路在那边，不送。这不是已经……昨天的账就算了，反正也没指望你这个满口谎言的药酒贩子还。再见。我说的是实话。好的，陆院长，慢走不送。我说了，我就是陆院长，你为什么不信呢？啊！还没有联系尚院长。陈主任，哎，我听说你还有场五等分娩的研讨会，是不是要耽误了？哎，也没有，大家都忙，都坐在这儿呢，也不是我一个人。是，是，肯定是堵车了，啊，再等等。散会吧。啊？今天是院长的就职仪式。院长的就职仪式，院长不来，我们还在这干什么？都回去忙吧。来，院长，欢迎他啊！好。高副院长，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也先走了。这个徐副院长太不像话了，他就是因为没当上院长，他不服气，你知道吗？你跟院长说啊，不管别人怎么样，高叔叔肯定支持他。谢谢高副院长，我代为转达，那我先去忙了。好。车找到了，院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诊所，又不是五星级大酒店，现在可以请你离开了吗？哎，你叫了什么？他自己说的，他是安心医院的院长。小鹿这么年轻就是院长了。所长，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安心医院，安心医院我可是……你把谁当人了？逼我打你是不是？等着！哎，老叶，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冷静点啊，冷静点！哎，周大四，你真打呀你！别拦着我，你非要打这个没良心的，你还是不是人啊？啊，你家里有没有老人啊？这村里的老人就靠种地挣点钱，全让你骗了去，还忍着你？你这是卖药酒，这不犯法，你打人就犯法。小叶，打人是犯法的，你躲着干什么呢？今天你看黄婆婆来了，哎，黄婆婆，您干什么来了？哎，我腿疼。你看，风湿又风湿了，疼了。怎么了，黄婆婆？您来的正好，卖您假药酒的是不是这个人？高个儿，长得挺精神的，您仔细看看。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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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婆婆，你好好看看，是不是我？对，没错，是你，我当然认得你了。哎，今天你又来卖药酒了？哎呦，我还没喝完呢。
笑容占领头条，把所有坏新闻统统打包丢掉，乘坐飞船去外太空，收集了全部星座放到你的背包，整理好衣角，准备迎接你早晨第一个拥抱，空气被好音乐塞满，淘气的桥段是甜蜜解药。 Oh,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yeah, 陷落你世界无处可逃。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my baby, 期待下个猝不及防的心跳。 Salute,你情不自禁偷笑，嘶嘟嘟嘶嘟嘟，拉过狗要做到，喜欢晴天的肥皂泡泡，也喜欢看雨后彩虹飘过云霄，奇怪的爱好不多不少，这个周末风和日丽是唯一暗号。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释放求助的讯号，我愿做个小小星球，步一步偏执贴着你围绕。 Oh,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yeah, 习惯了你的无理取闹。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my baby，想